过，雅各安排官高举平高贵帅大脚。凭什么成功？没搞到你这种的行为哦！可以。
做你放心，随时你拢叫出来官兵抓去，我一定想办法会把伊救起来，互你母子团圆。小哥，谢谢妈，谢谢妈，用心就好，听到的嘛。你放心嘛，小哥，你就叫，你叫他，我来去想办法嘛。你一个人，为着我的后事，甲安慰一个走错。严父，我的家已经落网了，你爱试看卖。对方的官方，并不是遐尔简单。以前的名人卖吼，你事事家己要较小心嘞。我明白啊，要无你袂用去休息啊。我甲你的消息，真大惊。想讲做为甚物，关心我头有种真无好的预感啊！大姐啊，你有啥物通我烦恼呢？你爱了解，陈三姐，这么多长兵兄弟是去到，小小看看安溪关的关长，虽然伊的部将去到，严格之后了有能力，一定先想一个办法，将伊的大哥给伊解救出来。对方伊是我的败弟，老目睭金金。快去落网嘞！老目睭金金，快去受死！放心啊，我一定爱想办法啊！你对我的好，我一定办死。你还讲着你讲啥？我明白，你爱小心，我必须去休息啊！我好怕你走。Thank you.
先把门房打了红枪，哎。